没啦，我坐你对啦。不啦。取接获110报案，称有机车逆向骑上台88快速道路高雄往潮州方向的车道。警方接获报案，立即从万丹交流道上台88快速道路，在台88 17.2 公里处将机车拦停。经警方查证为一位年龄约88岁劳性老翁，现场因安全考量，先将老翁载回驻地派出所，再由员警协同警力返回现场，将老翁之机车骑回派出所交还老翁。